量子隐形船态啊，这个有点像就是科幻小说 Star Trek 里面的星际旅行，或者也跟我们的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可以就是瞬间就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操作是非常相近的。你现在机场了，现在对，就是说其实只是统计了，对吧？当然不是要用光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能做到的话，那这个就是。